级汽车。毛毛怪来捣乱。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。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毛毛怪来到地球搞破坏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毛毛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小心小心毛毛怪，变过来，毛毛怪乱乱出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命啊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毛团毛团全扫掉，一袋一袋大毛毛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毛团毛团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。还有很多毛毛蛋，继续攻击！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太好啦！臭臭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长毛的臭鸡蛋。哈哈哈！
真是太臭了。不过我的臭气弹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，去贝勒小镇打闹一场吧。哈哈哈嗯，好臭呀，胖嘟嘟，是你放屁了吧？不是我，是乐嘟嘟。好臭啊！哦，乐嘟嘟都被臭晕了。乐嘟嘟，乐嘟嘟，快醒醒！嗯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。葫芦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。我的头发臭了。我全身都臭了。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哦，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，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们也来帮忙。街上，他要干什么？喷臭气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！注意，大家快点躲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！快跑！公园公园被污染，臭臭臭！农场。被污染，臭臭臭！关上门，关上窗，躲起来，别靠近。公园太臭了。臭臭臭！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，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，打水枪，转转转。喷喷水，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哦，感觉好多了，好清新。臭臭车，你逃不掉了。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。瞄准右边的洞洞，砰砰砰。跑呀跑，追呀追，拦住你，别想逃。发射！砰砰砰。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，不要！好臭呀！工程车技能大赛，我们又建好了一幢楼房，真是太棒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我，把土地铲得这么平整，你们才能施工。库宝，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没有我搅拌水泥，你们拿什么盖房子？那些重重的石头和沙土可全是我吊起来的。还是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我就是最棒的工程车。我的功劳更大，我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。停，
不如我们找别人来评一评吧。那一定要找最公平公正的。我同意。雷克警长，你是贝勒小镇最公平公正的汽车。请你说一说，我们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？这个，我觉得你们都挺棒的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出一个最棒的。对对对。有了，不如你们来一场工程车技能大赛吧。好主意。没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酷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跟阿力、瑞博比赛，快帮我升级。我们也要升级。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任务呢。比赛也很重要。没错。好吧好吧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酷宝。大力士吊车阿力。屈才搅拌车瑞博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第一局比赛挖坑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铁臂挖掘机，大铲子最坚硬，挖石头挖土地，挖掘机最无敌。酷宝胜出。第二局比赛搬运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大力士吊车，大钩子有力气吊起来放下去，大吊车最无敌。恭喜阿力。第三局比赛搅拌水泥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七彩搅拌车，大滚筒转呀转，无水泥变呀变，搅拌车最无敌。瑞博获胜。我们都赢了一局，到底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呢？谁的本领强大家比一比，让我想一想谁才是第一。大吊车我赢了，挖掘机是我吗？还有搅拌车。合作最无敌。什么？合作最无敌？你们合作修好了一条路。哇，我们真厉害。没错，你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。我们是最棒的工程车队。激怒围城。糟了，要迟到了。潘潘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斑斑，小心前面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了。哦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
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嘿嘿嘿，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嘿，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，红警车滴滴呜，雷达车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，积木积木全尽力，汽车汽车快腾行，走去抓积木车。好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墙变出来，长长手臂哐哐哐，积木全倒下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。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糟糕，我们小看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导弹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。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，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好，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。我们也来帮忙。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。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嘿，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，啊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。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哇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，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。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
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！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！快躲开，石头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啦！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，超级汽车不后退，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！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。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花呀花，七彩壁画真漂亮，真漂亮。尝一尝，蛋糕面包味道香，好香呀！听一听，大家一起来帮忙，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多么珍贵的纪念。扫一扫，垃圾灰尘全扫光，全扫光。喷一喷，小花小草才够香。哈哈哈，跳起来，跟上同一个节拍，许下同一个心愿，永远都是好朋友。今天的汽车节真是太热闹啦！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八爪虫虫车，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嘿嘿，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好紧啊！成功！八爪冲冲车出发！嗨，你的颜色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讲重点哦，他会吐丝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他。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
突破车，那破件赛车现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，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。白白的，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。黏黏的，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它在这儿，快追！这有两条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喷喷车轮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上跳一跳，轻松跳很高。去哪了？找到了！转转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。一转圈圈，紧紧包围，别想跑，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虫虫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妮娜。嗯，曼多多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记忆病毒，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。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居然记得我的生日。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哈哈哈！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！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哈哈哈！飞乐虎，公交车巴斯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小火车到底是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啊，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找到了，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。哇呜哇呜没灭火，没错，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。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
前，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嗯，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是巴士、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，出租车，所有道路的记得。我是小美，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，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我们是超级汽车。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最强磁铁车，想知道我的新发明是什么吗？就是它，最强磁铁车。让你们见识一下它的威力。汽车离开贝勒小镇吧，嘿嘿。哦，喂，你考红灯了。不好，我也要闯红灯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救命啊！我好像也不受控制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，我需要帮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辆奇怪的磁铁车把大街上的汽车都吸走了。好像要把所有的汽车都带离贝勒小镇。哥哥，我们快点阻止他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玛丽。超级汽车出动。伸出长手臂，咔咔咔，挥挥大铲子，哐哐哐，转转大车轮，咕噜噜，我们要进攻，向前冲，摇摇摆摆转不过，慌慌张张没力气，小心小心别靠近，大树大树要抱紧。坚持住，大家需要我们。大大的铲子挖呀挖，紧紧抓住你不放手，长长的钩子勾住你，用力拉一拉，就拉成功了。大家快躲好，别找了，我们在这。举
起我的大铲子，甩起我的大钩子，石头石头扔出去，哎呀哎呀打不倒，冲呀冲呀向前冲，让我紧紧贴着你，铲子用力哐哐哐，钩子用力甩甩甩，打败他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又被吸在一块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庆祝一下，一起来跳舞吧。空洞历险记。贝勒虎说的矿洞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哦，找到了。嘿，库宝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我要去洞里挖宝石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工作。哦，听起来很有趣，不过要注意安全。放心，雷克警长，我可是专业的。一会儿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得过去看看。当当，嘿嘿，今天的收获真不少。咦，什么声音？这么漂亮的宝石当然要归我麦特博士。啊，那是我挖的宝石，快还给我。站住，把宝石放下。不好，这里要塌了。好像被困在里面了，快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矿洞，麦特博士，他们一定遇到了麻烦。开心湖，增强信号强度。好的。总之我们被困住了，宝石也被钻的车抢走了，必须马上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铁臂挖掘机库宝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在车，快追！这里有两条路，走这边。雷达雷达，寻找目标，滴呜滴滴呜。铲子铲子，清除障碍，哐哐哐哐哐。加速度，轰隆隆，向前追，冲冲冲，快进攻，哐哐哐，宝石找到了。配合最有默契，一起达成任务，任务成功。
嘿，挖宝石果然是最有趣的工作。抓坏蛋也是最有趣的工作。海盗通缉令。把东西放下，我是警车雷克，现在要以盗窃的罪名逮捕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克警长，想抓我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好，站住！前面就是大海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正合我意。哈哈，雷克警长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嘿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汽车偷走了金奖杯，他现在逃到了海里，我追不上他。你说的汽车难道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可恶的海盗车，他竟然能在海面上行驶。别担心，我们也有适合海上作战的秘密武器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快让我升级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全速前进，抓海盗！加速，哟吼！加速，哟吼！加速，加速，加速 ！Go go go！ 加速度冲冲冲，我们去抓海盗！引擎声轰隆隆，吹响战斗号角。海风吹摇啊摇，小心不要摔倒。海浪拍哗啦啦，坚持不退后。拉响警报去战斗，雷达雷达滴滴呜，目标目标找呀找呀，向前向前追呀追呀，加速前进去战斗，引擎引擎轰隆，进攻进攻冲呀冲呀，左边右边转呀转呀，就凭你们也想抓我？帽子尖钩子，我是可怕海盗，很强壮有得快，不怕光分海啸，多金币抢珠宝，永远不会满足，跑呀跑逃啊逃，全被我甩掉。超级汽车去战斗，目标目标瞄准了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浪花浪花哗啦啦，进攻进攻，看不见了，进攻进攻，动不了了，哟吼，饶了我吧。那你快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帽子里的金奖杯。被发现了。